老公周年快乐。周年快乐。老公啊，你记唔记得我哋当年点样一齐噶？喂喂，你做紧咩啊？冇啊，讲下戏睇啊，做咩啊？听讲咧呢排有个占卜师好准啊，好多人都排队去咗睇佢，我都睇咗。佢话我今期爱情运好啲，点知？点知？点知咩啊？我想讲我真系同咗一齐啊！吓，系咪隔篱班你成日候住嗰个靓仔咧？系啊。你都快啲去睇下啦！不过如果你去嘅话，你会问啲咩啊？我想问爱情喺你面前咧，呢度有一副塔罗牌，你抽三张俾我，睇下你抽呢三张牌系讲啲咩嘅先。嗯，第一张牌咧代表你嘅过去。嗯，啱啱同男朋友分咗手冇耐喎。不过咧呢个男仔咧都唔系你嘅正缘，所以由佢啦。哇，月影师傅你真的好准啊！继续讲，继续讲。我哋睇埋第二张牌，第二张牌咧代表你嘅现况啦。嗯，睇嚟你都收拾好呢个心情，可以准备接受下一段恋情啦。咁我哋睇埋第三张，第三张代表你嘅未来。嗯，喺你不久嘅将来会有一个男仔出现，而啲男仔同你都几有缘分。嗱，咁啦。我哋等我嘅月亮啊，唔系水晶球波波，睇下你同呢个男仔点样发展啦，好吗？好，将你只手放喺呢个月亮波波上面啦。啊，波波有反应啦。啊，我睇到啦，呢个男仔咧同你唔系读同一间学校嘅，不过咧你哋两个咧会经常咁样遇到大家，系经常。嗯。这个男仔大概180左右啦，运动型嘅，个样子唔差噶。佢同你好有缘分，你哋今世咧会注定咧都会遇到嘅。系，冇错，你同佢上一世都系一对夫妻，所以你哋今世嘅基本咧都比较深。嗯，苏州过后冇听答啦，妹妹，好好咁样把握呢个机会啦。唔该晒。咦 ，Call me by your name， 你都中意睇呢本书噶？系啊。呢本书真系好特别，好浪漫。嗯。嗱，唔该。你冇事啊嘛？冇意思啊，冇意思啊。咦，咁啱嘅。佢同你好有缘分，你哋今世咧会注定咧都会遇到嘅，好好咁样把握呢个机会啦。饮水啊！上天一早已经安排了这段缘分给你了。我知道。占卜师说我会不停遇到同一个男仔，说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，都不知道信不信好。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啊。不如我俾呢本书你睇啊，呢本应该都好啱你噶。哦，咁我点还翻俾你啊？嗯，一系你俾你电话我。哦，好啊。嗱，你用呢个电话揾我啦。好啊，咁我睇完之后揾你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都话噶啦，呢个世界所有嘢都喺我掌握之中。